哎，火花还不够，还能怎么办呢？祭点完成，完整做好。你死得了吗？充能完毕。点上。 牛逼，他交闪，勾的不错，不知道露露会不会死。露露也交闪，还好吧。哇哦，他们要来抓我们了，我们得跑更快才行。我声音有点小是吗？那把 BGM 开小一点。现在应该好多了吧？调小很多，应该差不多了。 着急控一波线，虽然哎拿了个头，但是就还好吧对线，感觉对线也就那样，就慢慢来呗。OK， 他炮车掉的，我补到了就行。 哎，那上路对线就很痛苦了。虽然拿奥恩打格温还好吧。人人都指望着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格温打塞恩那是很好打，格温打奥恩没有塞恩痛苦吧应该。 我感觉我被勾到还好，感觉换血好像还行。我是感觉换血能换钻，所以有点装了。但好像换血好像还是有点亏。仔细看了一下，好像有点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他装备怎么比我好一点吗？啊，也不是，是因为我出了一个鞋子的原因。 所以换血稍微差了一点。有谁有计划吗？没有，也没问题。又被单杀了，哥们儿。这样出格。奶奶说过，做人要不怕出头，她说的真好。 主播头，主播这几天没头啊，只能这么说。这几天应该又没摄像头了啊，可以多喝热水。大爷是会聊天的。那我总不至于 E 上去吧？我 E 上去太明显了。 有事吗？哥们儿一早就算准了你会那样闪现的。我知道他要闪这个。 我不是来瞎胡闹的。充能完毕。要吃，要偷工资装的偷一下工资装。我站这里也是为了让他偷工资装的，不然我会站一个比较远的位置。我一直在保护我的同胞，当然也可以保护其他人。 可以出三项，也可以神话装，泽利神话装可以选三项，也可以选无尽或者训刃，就这么简单。OK， 如果要做无尽训刃，就第一件蓝切，第二件飓风，然后第三件做无尽或者训刃。我在古玩遇到过更糟糕的场面，所以我能赢。反正下这波螳螂不在，我就冲。 还差多少60？我最在行的事就是替弱女人出头。上面的事让上面自己解决啊。我属于这里，我们都属于这里。 哥们问变羊，为什么不进来直接进来变羊呢？我在等他进来变羊呀！你看我那站位，那他扛都可以啊，不一定要我扛的呀。 对吧？快点，他们很需要我的火花。对呀、啊，他直接让他进来扛都可以，我是不想扛的。万一我扛着我被换了呢，对吧？那结果确实这样，扛着我就被换了。 所以其实我是不想，就我不想扛，简单来讲，我想让辅助扛。看他不想动手，那结果还是我动手。我虽然可能也，不过也是因为我自己也失误了，那话也是这么说的，那我自己确实也失误，就我空了一个 Q。谁也抓不到我，除了我姨妈。啊，我干什么都躲不过她。可打，我很猛，随便打。这么讲都博我巨猛，随便打。 无论生死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来电了！发射射箭！老子旁边跟了个辅助，怕什么？从来没见过路上的人这么少，是我想家了吗？对吧？那对面谁能支援过来啊？ 啥的呀？对。动作利索点儿。看你敢！感觉露露好像逛了一下，有点小光。 最好能一直保持下去。完成任务，立刻看！火花准备就绪，别跑啊！这些人越打越气急败坏。 我倒是一点没变，别挡路！计点完成。没想到吧？想都别想！我的冲刺！ 赚麻了！杀他们四个人，峡谷先锋加两个中塔，赚麻了已经。哇哦，他们要来！ 快！啊！卡眼现在这样出吗？咳血加收集者。充能完毕。真的假的？发现！喂，充电！积攒一下。我没见过这个出装的，我还真没见过。训练完成。我见过现在的，主要收集者没见过，其他的都还好。 他的还算，咳血我见过，咳血是之前比较那个常规的一个打法。功能完毕。没想到吧？大家真硬。奶奶说过，做人要不怕出头，她说的真好。倒也，哥们不会一变身就死不大的，嘎的。 啥啊？这塔上不去。哦呦，这起身压的小伙子，起身压的不错。 哦呦，这起身压的是真不错，很有手法。充能完毕。大师一般，你第一次上了大师以后，14天不打就会掉分。第一次上大师。我一直在保护我的同胞，当然也可以保护其他人。 哥们，这么多血，真不怕死。好亏啊！我在赶，我在靠。哦，这就没了。好像奥恩也得死了。充能完毕。天地为，我发准备就绪。哦，还好。训练完成。 不会丢下任何人。发准备就绪。得得得得得。来打一架吧！啊，不好意思。那是件武器，你知道吗？用来打架。不好意思，哥们，你在那边打起来了，我得去。我看到你给我打装备了，但是前方战事吃紧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 啊！老子过不去，他这个进军之墙。充能完毕。实力，没办法，真是实力。哎，主播还是有一点实力的，在这么说。